好，来继续来到台东鹿野乡的英安村。去年洪选为全国十大经典的农村，为了要迎接着过年，地方的长辈时代，和规个砖头来重现着过去过年传统的气氛，用传统的方式来刻这个甜粿，除了和村民做伙来享用，马上和独居的老人。啊，其实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十五年了。砖头的老辈希望这项传统会当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落去。大家做伙啦，这是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为了迎接六年年要来啊，伫迄间哦邀请村民用传统方式做甜粿，即嘛好比叫人想起囡仔时阵做甜粿情形。迄阮母啊，因个时代就拢看因咧做好都爱斗起啦。就是希望会使好只个无闲个现代人会使利用过年时倒来家乡团圆，所以讲若到过年前，村民拢会做伙做甜粿。年糕代表年年高升，那所以说在早期农村大家都相互帮忙啊，不后来大家越来越忙了啊，所以这个习俗就变成只能到大卖场去哪里买年糕。透过大家合作，一方面会使联络社会感情，也使透过这个活动吸引外地人做伙来耍，促进地方的观光。这甜粿嘛开放入门，同时嘛分享给庄内这独居的老大人，让大家拢会使过一个温暖的年。